因為喺6110涼堂教會網頁睇到咧，出咗本咧普爾節嘅以斯帖嘅繪本啊，我哋專來買俾我哋小朋友睇。這個嘛，以斯帖繪本嘛，因為它是限量的，限量的最值得珍藏。其實我來的時候呢，就是為我組員，然後呢非常興奮，然後居然我排到了。刚才在排队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很奇怪的、很特别的插曲，就是别人问说：“哎，为什么你们同工啊，一些传道也在排队呢？”后来我突然就想起来了，原来有一天我们去天堂的时候，人人都是平等的。